殿下，什么求绝？瞒着我什么？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 去叫太医，燕之，燕之，哪儿不舒服啊？疼，疼，疼！殿下，血。叫太医正。 生你要紧，全都是燕窝。这一次是真的。 妾不相信是他。不是他，如果是他，他会把事情做得更干净，不会让我查出来的。那殿下打算如何处置他？他是上宫局的人，把他送回去就行了。真可惜，他交给妾的那首诗还没有学会呢。 我教你，去睡吧。 殿下说不会为难顾内人，也还是在骗。